还泡这么久不出来？ <你>我们该回去了。你不出来是等着我把你拽出来吗？把衣服给我。拿。拿过来。你自己没手啊？我手受伤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怎么拿呀？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更何况我服了药。 需要即刻更衣，一旦剑锋药效全无，而且很容易染上升级。唉，以前贤哥在的时候都是他帮我拿的，如今他不在，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生病吧？那算了，反正左右都要生病，我自己消受吧，无妨。这么严重，那我给你扔过去吧，你接好了啊。 万一你扔到水里，我接不到的话，那不就更糟了？那我可就真出不去了。怎么这么麻烦？好吧，那我给你送过来。那够不着。不愧是警世子，真难伺候。那再见些。衣服我给你送过来了，你爱穿不穿？啊！你干嘛？你不来管我，谁来管我？ 你放开我！不放。你真不放？不放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你别怪我。你看什么？之前跟你讲讲课堂，装装书，你就真以为本郡主是吃素的？你这个女人，还真不知道脸红。 我脸红了，但是脸红不影响我看啊。好啊，既然你看都看了，可要负责。负什么责？现在可还敢说跟自己没关系？讨厌。嗯。 喜欢，让开！你瞧瞧你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忙忙躁躁的，不能照顾自己。看来往后的日子里啊，只能由我代劳了，免得再殃及旁人。什么殃及旁人啊？什么意思？尹千月，你可愿嫁与我荣景为妻？ 匆匆后让我来照顾你，一生一世，我愿意。嗯。渐渐用尽的梦中，你归来，我身。